京剧《坐楼杀妻》，陈少云饰演宋江，魏海敏饰演阎西娇，杨小安饰演阎婆，司古、童青青、操琴、杨梅。
必是宋丧，我若说是宋江，他是岂肯下楼。哎呀，哎，我就糊里糊涂与他说上一个也就是了。啊，儿啊，是你那心爱的三郎来了。妈呀，您问问他，这些天怎么老不上咱们这儿来了，要他罚跪前庭，带女儿梳洗打扮完毕，亲自下楼翻饭。知道了知道了。哎呀，宋大爷，你听见无有啊？听见什么？我女儿将你拐子下来了，她问你这几日为何不到乌龙院中走走，叫你罚跪庭前，等她梳洗完毕再来发放与你哟。妈妈娘，你弄错了吧？我并没弄错啊。他说的不是我。是你是你就是你，等我还他钱来。你若还他，我这就走。我不还他，我不还他。宋大爷，请坐，我坐，坐就走。儿啊，你快些下楼来吧。什么？你老糊涂是怎么着？我怎么老糊涂了？张三就是张三，宋三就是宋三，什么你那心爱的三郎？哎呀，宋大爷是欢心你弟，上前说上几句也就是了。哎，娘啊！Thank you.
不要这样讲话。宋大爷，但我们有许多的好吃，我母女下半世的国货全靠在他的身上。来，上前去赔个礼儿也就是了啊，赔个礼儿。怎么，我还得给他赔礼？是啊，赔个礼儿也就是了。要去你去吧。啊，这还了得，还是这个脾气，看把你管的。哎呀，宋大爷，常言道，若要好，打让小，你大他小。来来来，上前说上几句也就是了。你要我与他赔礼呀？说上几句，说上几句。去呀！哎呀，不去便罢，你一推他一搡，我偌大的年纪，有不好歹，叫你们怎审得了？唉，我也老糊涂了。有道是夫妻无忧隔夜之仇，我不免将他二人车上楼去，过上一夜，这漫天的乌云几度散尽了。啊，宋大爷，我楼上有幅孤画，可曾见过？我不去呀。上楼坐坐，上楼坐坐，上楼坐坐。不去呀。你也一同上楼。哎呀，宋大爷，请呐、啊，请呐、啊哎呀，请呐、啊，你们来哟。你二。请上楼，请上楼。哎，瞧他那德行！上楼，回来，上楼，上楼。请坐，我有事了。宋大爷，请坐。我还有事。请坐，回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宋大爷，你让我去吧。请坐，请坐。我还有事呢。坐下。哎呀，你也不要走，你也不许动。为你们打杯茶来。外面不要啰嗦，里面不要上栓哦。我女儿年轻不懂事，老身吃了一辈子的苦了，真是老金催人去，年华似水流，受尽饥寒苦，总是为钱愁。哎呦，老了，
不是杨金湾，又是乌龙院，我好回忆。了初心十分默默无言，自成语我本想问一问旧里亲朋，
啊啊啊，咱那是儿媳，妈妈娘，天凉了，开门来。妈妈娘，开门来，开门来，开。哎，
再也不来了。就有气，江洛一宿也没睡好。下楼瞧瞧去吧。哎呦，这什么呀？硌了我的脚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嗨，我当是什么呢？原来是宋江的要饭的口袋啊，挺沉的。我看看这里头都有什么呢。哎呦，一锭金子。太好了，留给我们三郎慢慢的花。还有什么？一封信，看过的，谁给他来的？功名大恩兄台阶，还叫他大恩兄呢。公家的赵盖顿首拜。赵盖是谁呀？赵，哎，这字儿不念赵，念什么来着？啊，对对对，念晁，晁，对，晁盖，晁盖。晁盖呀，怪不得三郎告诉我，宋江私通梁山，原来国有此事啊！想我与三郎想做那长久的夫妻，只是苦于没有他的把柄。如今有了他这封书信呐，可就有了真凭实据了。宋江啊，宋江，有了你这封书信呐，我可就不怕你了。哎呀，慢着，宋江失落此信，定要回来寻找啊！哎呦，这可怎么好呢？是想吃心，乃是梁山朝大国所赠，若本人失去我的性命休矣。这
子不小心，子不小心，子不小心。大姐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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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呸！大姐请来。是我啊，您不是走了吗？走了，又回来了。回来干嘛呀？我掉了一件东西呀、啊。哦，八成是您那个要饭的口袋吧？啊哈，走走走，真是那个口袋。大姐，你八还给我吧。你好，哎，瞧你呀。这不过是个要饭的口袋，瞧你急得跟什么似的。哎、往后小心着点儿。哦，今儿个是让我捡着了。哎，要是让别人捡了去，还能给你吗？是啊。哎、瞧你、哎，急得满头都是汗。哎、是这个吧？啊，真是他。大姐，你八还给我吧。拿去。哦。人言大姐对宋江虚情假意，今日一见，真心真意了。从今往后，我要另眼看待，我要另眼看。大姐，里面有黄金一锭呐、啊，金子。哎，老太太下台阶儿。此话我存了。哦，本来宋玉大姐买花儿戴的，不领你这份钱。哎，本来宋玉大姐买花戴的，本来宋玉大。大姐。里面有诗信一封啊！哦、哎，就是那个这么长，不错，这么宽，真是中间红啊！是的，是的，你爸还给我，没看见。哎呀，大姐，你爸还我吧。我问问你，哎，这封信是谁给你来的？朋友所写。朋友所写？哎，这里头都写的是什么呢？哦，不过是平安问候。哼，哪里是平安问候，分明是那梁山的。大姐，哎呦，你走开！大姐呀、啊，现在王儿勤奋，宋江待你不薄，你把诗信八还我吧。听你这意思。你是想要回你这封书信吗？是啊。那好办哦，只要你给我一个了断。啊，什么叫做了断？哟，衙门口当差的连了断都不知道。我这个吃衙门饭的就是不懂得了断。就是你写一封休书把我给休了。杨培，你非我妻，我写的是不休诗。不会写，不会写，不写，不能写，不写。好，不写，那就不写吧。宋大爷，您这坐会儿，我少陪了。哎，哪里去？下楼睡觉去。好，你不要睡觉去，我与你写也就是了。你给我写。写，你给我写，写，你给我写，写，写不成了。怎么写不成了？我有纸笔墨砚呢。纸笔墨砚嘛，宋大爷，您顺着我的手儿瞧，现成的。哈哈。看将起来，你早有此心，早
早有此心，久有此意。你还没看出来吗？太太，我早就不愿意跟着你了。好，我与你写。你给我写。写。你给我写。写。你给我。还要您念我写，您来。立修书人宋公明。立修书人宋公明。修妻严雪娇。修妻严雪娇。妻妾妻妾妻妾大有分别。好好好，妾妾妾。修妻严雪娇。任凭改嫁章。章。工厂章。立早章，章定吃口。哎呦，您瞧这怎么话说的？怎么我这心里头想着，嘴里头就把它给说出来了呢？哎呦，这，嗨，我也糊涂了。我有了他这封书信，我还怕他干什么呀？宋大爷，任凭改嫁张文远。杨奎，看将起来，此事是真的了。你家旁人倒还此国，张文元乃是我的徒儿，就是不准你嫁他。我非嫁他不成。不准嫁。我非嫁他不成。不准嫁。不能写。不写。好，不写那就不写吧。您这坐会儿，我少陪了。哎。哪里去？下楼睡觉去。好，我让你嫁张文元就是。你给我写。写。你给我写。写。你给我。宋大爷，哎，这是您写的吗？是啊。别说一张了，这十张八张也没用啊。要怎样的写啊？还得打上您的手印呐。好呸！宋江一不休妻，二不卖子，我打的是我手无之印呐。哟，宋大爷，您休书都写了，这打个手印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您就打吧。不能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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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。好，不打那就不打吧。您这坐会儿，我呀少陪了。啊，又是到你妈妈房内睡觉去。那你给猜着了。好，我与你打也就是了。你给我打。打。你给我打。打。你给我打。打。宋大爷，您好快的手啊！把款诗信与你修诗，拿来我瞧瞧。两下兑换呢。瞧您这小气劲儿的，你给了我这封休书，难道说我还能不给你这封书信吗？再说了，我还能逃得过？
过您宋大爷的手心里去吗？啊？拿去。这不结了。立修书人宋公明，修严雪娇，任凭改嫁张文远。张文远，可等到这一天不辛苦，您受累了。好事好事，您这坐会儿，我呀，我少陪了啊。哪里去？下楼睡觉去。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我哪儿那么些个不是啊？要写休诗，与你写休诗；要嫁张文元，让你嫁张文元；让我打上首母之印，与你打上首母之印。三千十人献计，一从你不还我的诗信呐、啊！哈哈！欺人太甚呐！书信呐、啊，我这会儿不能给你。哪里帮我？郓城县大堂上给你。郓城县是狼？不是狼。是虎？也不是虎。吞吃宋家不成？纵然非狼非虎，你也要惧怕他三分呐。这不在王雷勤奋，宋江待你不薄，你把诗信罢还我吧。你好，你躲开这儿。罢还我吧。你躲开这儿。罢还我吧。走吧。好，打起来了。马上回宋江，你不该私通那里啊。打起。想要回你的这封信，怎么样？随我到公堂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怎么打人呢你？把神烟破地，你把宋江气，我气不你怎么样了？你不还我的诗信呐！
砸还我的头。你要骂我吗？我不骂你。你要打我吗？我也不打你。你不骂我，也不打我，难道说你还想拿把刀把我给杀了不成吗？我就杀了你！心情不好。哎呀，我女儿心情不好都是宋大爷管的，看在老身的份上，我将他杀了他。哎呀不许先叫、我将他打至后面。
日的勤奋，赏他一口棺木吧。好，黄金一锭，买口棺木，将他陈殓起来。哦，宋大爷，老身一时慌乱，不识路径啊。随我来。看低破杀破西，回家焚尸灭痕迹。对刀布战，上海京剧院演出。西中路饰演周玉吉，郝帅饰演李洪基，司古童青青。可妙观落心，长风早已动高尽，丈夫却因心沉冲，大将龙袍就弯腰面。重镇驾前为臣，
奉命镇守代州以待登齿，只因李自成叛乱，命他爱子李弘济攻取代州，使我将人马排在城外计较之时，我与他连战数阵，见他有拒却之意，眼见得深情赞扬儿。乃他马走日飞，难以擒拿，约定今日交战，得众将官带马阵前去斩。
朝旗冠，天威风。丞相是周瑜计，将人马带至城外，俺这里攻东。他曾应东，俺这里攻西。一句待客之事，昨日与他交战，若不是俺坐骑闪电光，险些被他擒去。约定今日交战，军师们阵前去着。眼见你知江山休矣之考，俺堂堂帝统与争战，当同参战场，那重镇昏庸软弱，奸臣横暴，百姓流亡，英雄死前红，是俺身上红，荣耀升空的风，满朝文武，论臣我高魁临朝，想着代州乃弹丸之地，你人记得甚是，奉劝将军归顺我府，少不得封侯之位。俺赵玉吉虎，中国要亲臣金章张火令等红，今日我只有两人马当手。李鸿基，你派呼延秀走看枪。周将军豪言相劝，执意不听，稍时城破，回之万余。一张见天明，老炮
取胜，如何是好？如何有了？但若来世，俺与他对一斗，哪里的？李鸿基，儿往哪里走？周将军，你我枪法军师一样，果敢与俺对一斗？这当乃君家之要人，俺就与你对斗。好，到我来。来，
己刀法厉害，不能取胜，如何是好？如何有了？再若来世，俺与他不战。哪里的？李鸿基，儿往哪里走？中将军，你我马上为军师一样，可敢云安不战？如何呀？俺正要擒他下马，此乃是天主谋，成功也。敢堂前助我进口李鸿基，俺就与你不战。好，国传的将领众将万官牙齿震三声。Thank you.
快他银盘。改换腰牌。急功领赏。将李弘基绑好了。带马进城。Thank you.
宗爷，祸兮宗爷，今日请旨小将李弘基，乃宗爷之功也。小臣卑勤，大逆尚在，何喜之忧？宗爷连战数日，今日降服小将，两流则不敢前来再战。你等不知，那则何？啊！郎君也心之轻柔，但将不忠臣好。小将无意超群，我不将他留在关内听用，宗爷岂不是多了一条膀臂？安若留他在关内活，半城内患难防守，岂不留他在关内就该放他回去？安若放他回去活，宗爷何必担他放也不放，留也不留，宗爷怎样分派？按自由分派，众将官。但请他爱子弘基，必然统领大兵前来解毒，这场刺杀非比寻常，城内需要埋伏，城外广布纪律，这第一餐。臣爱党第二层，唱枪声，第三层，小刀声，第四层，弓箭声，第五层。火炮声，尔等快驾，要明亮鞍马，停挡着刀枪，要顺利弓箭拿。心忙全在此一战也，当一轮香儿高，
京剧打龙袍，天津京剧院演出。康晚生饰演包拯，李红饰演李后，孙磊饰演赵真，马杰饰演王延龄，周亚楠饰演陈琳，窦谦饰演灯官，司古陈希凯，操琴吕玉勇、王志林。早朝内侍，奴婢在膳房龙门遵旨，万岁有旨，膳房龙门呐。朕回朝转，把本奏龙宴。臣王爷临见驾，吾皇万岁！平身，万万岁！亲家上殿，有何奔奏？臣妻万岁，今有保证，陈州放粮而回，现在我们候旨，替孤传旨，宣保证上殿领旨。万岁有旨，保证上殿领旨。Thank you.
老臣田家吾皇万岁。老臣平身，万万岁。抱歉，臣将陈州放粮之事奏与寡人追悼。臣妾万岁，臣有放粮本场，请勿之龙目于览。上来带寡人观看。哦呀，此乃包青之功，内侍奴婢在。光禄寺八爷与包青何故？启马，为何拦阻？臣在午门以外是拜花灯盛会，请我持关灯三门。日此包青先行，寡人随后。令停！臣乐，民安乐，五谷丰登，大有年。我邓官的便是，奉了包相之命，在午门巧办花灯，看远远望见圣驾来也。
灯，我报的是一团和气灯，和和二仙灯，三阳开泰灯，是四季平安灯，五子夺魁灯，六国封相灯，七彩子路灯，是八仙过海灯，九子十城灯，十面埋伏灯，这些个灯，那些个灯，灯棍我一时报不清，往后瞧又一层，吕布戏貂蝉是大闹风一天。瞧过了一篇又一篇，赵军打马河北翻，出了雁门关。瞧过了一套又一套，为人不把父母孝，天雷劈死张继宝。两班对人阿轩，天马为何拦阻？万岁因何将板凳人拿下？半下不忠不孝之灯，要他何用？万岁不忠不孝之灯，就是不忠不孝之人，陈朝信有。亲家奏来，寡人将他斩首。臣不看帽子，妇女就是万岁。
万岁保证押到押上殿来，是将保证押上殿来。官衙府臣礼上殿，遵旨。万岁有旨，金牌悬，银牌照，衙府臣礼上殿呐、啊，领旨啊。
臣临见驾，吾皇万岁。平身。万万岁。此休动。谢君坐。二十余载未曾选召，今日选召奴婢，不知有何国事议论呢？小王有一事不明，要在亚夫台前领教。我主有何事不明，当面请讲，何言这领教二字呢？但不知小王是哪宫所生，哪宫所养？我主乃李后所生，嫡娘娘所养。可曾全记？奴婢全记。奏哦啦，容奏。只因鬼未年间，李后身怀我主的龙体。宫中有一刘妃，与那内侍郭槐乃是姑表之亲。他二人在老王驾前讨下了一道收山待狼的旨意，用外国进来的金丝狸猫剥去了皮尾，走到老王因说李后生产妖魔鬼怪。老王大怒，将李后推出午门，是就要问斩。多亏了满朝文武苦苦的保奏，这才死罪一免，活罪难容，将李后打入冷宫受罪。大人见一计不成，是又生二计，约定八月十五火焚冷宫。只见火光一起，不知李后生死存亡，算来倒有二十余载。万岁今日怎么问起奴婢来了呢？是才包拯引导我母后还在。哦，既是李后还在，当年陪同老王游逛御花园亲赐的皇陵诗帕，上面还有寇老信的诗句为证呢。可曾全记？奴婢全记。奏哦啦，容奏。春风得意花千蕊，秋月杨辉贵一枝。天将紫薇接送后，一对行龙并雌雄。亚夫看些什么？即使包拯还朝，不见他在朝奉君，万岁差他哪路公干去了？只因他无门藐视寡人，故而将他斩首。哎呀，万岁呀！要张快将奴婢斩，无门赦回包拯。臣妾万岁不贪吃。
问。报请平身。谢万岁。报请身。言道我母后还在，有何微臣？皇陵实怕微臣。臣上来带寡人观看。春风得意花前蕊，秋月宴会果一枝，偏将紫薇接送后，一对新妇禀雌雄。不错，赵赵赵万岁呀，不是奴婢记得准，险些错斩忠良臣。万岁就该准备龙去凤年迎接国太爷还朝。我也是。奴婢在。拜见。遵旨。拜见。
国太千岁。王延龄在我朝，忠心尽忠。恩灵见驾，国太千岁。恩神。国太千岁，天臣千千岁，好一国忠良，小宝发真，你为爱家挑个花灯。好双目不明，日何是好？就该请太医调治病症。太医请功。太医进宫了。
白银与报秦火攻，秦家回。